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九月十七公视台记者的 AM 新闻，我是陈怡晶。咱先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台中新兵街市场路边一丛乌棒树，树根烂去全倒去，跌到一个民众，甲两台奥多麦，加载人轻伤。台北一个驾驶经过松山区的路口去被开罚单，警察讲伊无让过路人，不过驾驶坚持伊无看到人，提起申诉。今年顶半年，台湾景点排名前十名，第一名是台南安平。年初办灯会，这顶半年的观光人数是超过1000万人。新闻一开始，先来关心台中东区的新兵街市场，伫外道11点左右，路边有一丛乌棒树倒去，跌到一个民众跟两台奥多麦，加载人是轻伤。市府判断讲，是因为树根烂去，而且最近落雨，土木较软，地疏树头徛袂在。外面内底关落落个树皮树，雄雄起起，平伫个车路这边个铁片，了后就一个手骨个倒去。十四早起11点外，台中市东区新民街个菜市啊，发生路边树啊倒去个事件。迄当阵来买菜的人真济，加在迄当阵树啊弄着铁片有发出声音，大家有警觉到。路尾手干了一个61岁姓王个查甫人去予跌着，这边个手骨甲脚腿小可去找着，又叫予车送病院。一开始听到那个他先压到那个铁皮啊，然后铁皮发出很大的声响啊，有一个被送上救护车啊。本所立即派遣线上民警前往现场协助指挥交通及救护伤患，其中民众受伤送医，另有两台机车加压损伤。这张倒去的树啊，是伫个历史建筑新兵街仓库的边啊，这个所在去年由代替关乎台中市。目前文化局正在做文化资产修复工程规划设计，也有外包远的业者来整理这些树啊。不过，要是发生倒去的意外，市府研判，这树根内底已经有含烧，加上最近落大雨，土木较松软全咧倒去。另外，还佫去跌到两台奥托拜，附近的番啊、番路其他的树啊，也有倒去的风险。旧塘的老树啊，迄拢日本时代到即马一百年啊，对不？所以。就有可能都会倒下来。现场立即大起封锁线，并设置警戒标志，安排保全人员加强巡视，并且联系专家全面检视该区行道树状况。文化局呼吁民众暂时不要靠近，以免类似意外再发生。事后，文化局有去病院探视这个姓王的民众，也有发慰问金。这个民众空随包起来了后，已经出院。目前倒去的树啊已经刷走，现场也有救防疏散，请保全人员加强巡逻。后续会请树仔的专家来检查这树仔的根甲健康的情形，呼吁民众暂时莫挖过，确保安全。记者综合报道。新竹市虎林国中曾发生一桩车祸，弄到阿公阿妈再孙下课，造成一个人死亡，六个人受伤。检方两问话了后，依照过失伤害等等的罪嫌，认为这个嫌犯可能会多蒙倒口供，把这个姓平的驾驶申请羁押。经检察官讯后，认涉犯刑法使用毒品驾驶公共交通工具致人于死罪，以及刑法之过失伤害等罪行重大，并认为有逃亡及串证之余，依法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我希望可以重判，因为我妈妈的生命跟小孩这样子突然就人生就没了。警察那边好像有说他有想逃避，说好像什么意识不清什么。死者的家属质疑这个嫌犯想要下提执行八二二，希望司法会当甲判重刑。另外，5岁查某囡仔在真侪器官拢受损，经过抢救暂时无生命危险。若这个姓平的家属面对媒体问话，伊拢无回应。不过，检方认定伊涉嫌过失伤害罪，而且佮拿手食毒赛车，甲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过来看，昨有一个50多岁查甫人去宜兰南丰二的贼仔二所捕到鱼，不过伊透早就出门，一直到暗嘛，煞还袂转去处理，家属联络袂到人，经报警察，不过到今还袂找到人。空气直升机伫空中咧飞，派无人机为无感觉度来找人，巡防艇嘛出动，伫海面咧敲锤，海巡有30个人，伫海边来来回回咧找人。接到失联通报了后，陆海空总动员，17号早就投入救援。他就说他会来钓鱼，他其实
蛮常，应该算蛮常来的。林进是每个礼拜都会过来。其实搜救任务正一天都已经启动，有一个58岁姓张的查甫人，早上早起7点外，甲厝里的人讲，伊要去南门澳钓鱼啊，一个钓就超过10点钟，一直等到暗时啊，人拢无倒来厝里，电话嘛无接，加上是烦恼甲心狂火多，赶紧报案。接获通报，与贼仔澳疑似有民众失联，立即动员投入搜救。整个搜救行动要持续进行，在中途之前都还没发现这个失去联络钓鱼的人的行踪，现场也都没看到相关的钓具等等的东西。这个姓张的查甫人，伊真侪亲戚朋友都小连续去现场关心，希望会当有好消息，赶紧找到人。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是中秋，因为今年无连假，这国道的车无像往过遐尼多，算是好行无塞车。那天气的方面，今仔日开始水气增加。入夜了后，桃园以北甲东半部雨会落较粗。若想要看月娘，就爱西半部、新竹以南较有机会。今年第14号风台葡萄松继续向西北西行，也那菲律宾鲁宋岛附近的热带性低气压也继续发展，按算刷到来也发展做今年第15号风台苏力。大环境受低气压的影响，台湾四边水气变多，天气开始无稳定。桃园以北甲东半部暗时可能会落雨，相对恐惊爱看运气。包括像是在桃园以北东半部恒春半岛，可能雨势上就会开始变比较明显一点点。那这也提醒大家，可能在入夜之后要外出活动的朋友，可能还是要特别留意。因那礼拜三到后礼拜一，低气压的影响，各地天气会搁较不稳定。因那今年中秋节假期干那一天，高公局观察规天的国道车流真顺，干那一挂小意事件影响到局部的交通。这届中秋疏导是单一费率。开放路经过再多一空间措施，按算全日的车流可能比预期搁较少。国五的至少都能够维持在车速在60左右。今天白天的时候并没有车潮涌现，所以说我们预估有可能还是会维持现状的一个情况。因那相对的部分，苏花公路和平到中德路段，直到只是因为降雨警戒，不过因为天气转好，维持正常通车。公路局统计到17号下晡，花莲往宜兰方向累计车流量2610台，旅行时间方面，从钓到苏澳经过台九线苏花界上北，大约是77分钟。记者综合报道。讲到中秋节，就爱食中秋饼甲红包，不过千万就爱准则。有民众两斤素食伤济，食到腹肚痛、直直吐，予医生看，发现是急性的腰椎发炎。毛病主要是烘肉甲隔工的食材、青色的浓淡做伙，引发急性的肠炎。中秋节，不少民众会收到月饼，也是两斤素，黄黄的糕饼带着甜甜的香气，予人流嘴暖。但若要吃，一定要斟酌。台南一个50几岁的男性，因为吃大量的两斤素，常常开始腹肚痛、骨头，送医检查，三酸甘油脂浓度也到800，红诊断是急性腰椎炎大病因。摄食过量的话，是有可能会造成肠胃不适，那尤其是有些本来就有高血糖或者是高血脂，摄食过量的话，一般三酸甘油脂只要飙破500以上，甚至到达1000，就很有可能会造成急性胰脏炎。月饼、两斤素顶糕啊，拢是高油、高糖、甲高热量食品。医师建议一天袂使食超过2粒。高血压啊，是糖尿病患者更加爱注意食的量。唔呐，月饼已经变作中秋活动的项目，嘛爱设计。台中一个民众15号项目，想要到食煞挂眉煞，严重下巴肚上病医。20几岁的女性啊，因为隔夜的食物不干净，再加上烤肉一些食材生的部分啊，生熟的部分交杂，所以造成了一些腹部疼痛、胃发炎状况跟。在马桶上面拉肚子，拉的一整个小时都起不来。实在经过炭火高温烘过，香滚滚，但医师嘛提醒，烘肉的时阵，青甲色的物件一定要分开处理，以免青色的微生物交叉污染到色的物件顶端，造成急性胃肠炎等健康问题，拍歹过节的心情。记者陈凡武、陈显坤高雄台中报道。国历8月15日，唔那是中秋，嘛是元老的生日。台北后海城隍庙的元老历史已经超过半世纪了，为着要跟元老祝寿，今仔日有真侪信众来拜拜、领银银饼，阁有一本奥克纳瓦的月灯，甲大稻埕的北关仙社古亭来献给给元老。过了8月15日，中秋是一家会团圆的节日啦，嘛是元老圣诞的日子。17有坐坐要求好姻缘的民众来到台北后海城隍庙参加元老祝寿的仪式，吃喜糖、领姻缘饼。
线上抽签的那个网站，然后他就假批给我讲，今仔日有这个活动，基本上吹点喝饮完呢。妈妈跟我们说中秋节是月老生日，然后没有一个有男朋友女朋友，所以就请让我们来拜。看到因缘变的民众都真欢喜，一头正艳，也是有各地民众专工来拜拜求红线，也是幸运。另外中秋之间，各位日本奥克纳瓦的西丁和泰国队来到下海神风庙献给祝寿。西雅的庙埕内内冷气不止活泼，现场的民众是看甲真欢喜。台北下海神风庙表示，过过前两个月特别跟关东请到奥克纳瓦交流，所以奥克纳瓦的家庭就趁关东圣诞节来表演灯节。哦，除了疫情的时阵，咱每一年拢有去甲这奥克纳瓦啊，去遐唔是拿新民去，啊，佮有教因讲台语啦，啊，做台湾菜啦，还是讲做一挂台湾的 DIY 啦，吼，啊，就是讲咱家己的故事，讲咱家己的文化，啊，嘛，完了，亲像唔呐看音乐，嘛是看咱两个所在的文化，佮看起来安尼啦。庙方表示，关老是关各种缘分的神明，希望透过接受仪式本因缘饼，和民众无论是因缘当缘，拢通顺顺利利。那希望台湾透过民俗文化交流，通和世界结合缘。记者卢雄如、曾俊友台北报道。来看今年顶半年台湾景点排名前十名，第一是台南安平，因为年初有办灯会，顶半年的观光人数是超过1,000人。啊，那比对去年的排名，台中的逢甲夜市一中上款，今年拢无名，游客嘛减少。台中市府表示会分类管，希望会当进行观光。老家的人丁可靠，未少民众趁中秋假期出来行搭。因为今年台湾灯会，台南安平国宝甲老家附近，一月至六月观光总人数有1,000万，加上顶半年十大受欢迎景点的头名。台南就是一个非常美食的地方，然后也很多玩乐小吃，会让我们大小朋友都非常喜欢。你阵啊，行过老家，你阵都红线的。十大景点除了安平、鹿港老家、文化路夜市啊，中了老家客烟花的步道，甲家己过意心画村，拢是今年新的列入去统计的景点。去年有排第前十名的，敢若像北港朝天宫、甲武德宫，名单会当讲是大洗牌。很多地方都是真的改变很多啊，就景点也变多。高雄埔子甲爱河，因为微笑的阿比亚等等的活动，所以有排入去十名内。台北101是因为今年改用人条计算器统计有一本，去年前十名唔然有8落地，其中阁附记念馆，因为去年有订花，地主今年甲去年同期是差真济。台中逢甲夜市啊，甲一中相款，唔然拉出去十名以外，人丁嘛减差不多1%至6%。一中商圈平均每个月的这个来客数大概80万人次。那依据以往的经验，在第四季的时候，来客数会成长到50%。串起的这些景点哦，大部分都是属于商圈型的。好，如果是风景区的话，因为它距离城市比较远，所以去可能会住宿。一日游的可能是比例增加，两日游以上其实可能是比例是减少的。好，再分析。受欢迎的景点换位，敢若代表旅游的趋势有改变。今年顶半年中观光人数也是比去年同期增加。面对相关无调整，台中市府嘛按算要分第二波的目标关，希望会当带动相关的经济发展。记者综合报道。美国宣布上新的对台军售，包括战机的备用零件和技术支援，差不多是台票72亿6,000万。这是拜登政府任内第16届，嘛是今年第5届对台军售。咱的总统府也感谢美国加强台美关系，同齐守护台海和平。另外，美军的高层提出警告，讲中国的军演是愈舞愈大张，演的内容嘛愈来愈详细，想想要封锁台湾。美国宣布上新一波对台湾的军售，金额2.28亿的美金，大约是新台币72.6亿，针对卖台湾战机所需要的备用零件和技术支援案，加做拜登政府今年第5届对台湾军售。进行了智慧国会的一个程序，那么渴望在一个月后啊会正式生效。美方这次同意共售的航材零附件修理回运，有助于维持我空军各型机战备以及妥善。咱国防部指出，这届军售案会当协助维持各型战机妥善率，毕竟中国继续进行常态化无乌地带的侵扰，压迫着咱海空域的训练空间甲反应时间。
十六几天，又阁有八架次的中国军机、七架次的中国军舰，甲两架中国公务船出现伫台海的西边。现在这个攻击的这个扰台的这个次数会增加这个机队的这个出行的时速跟它的消耗，维持这个机队的整个这个健康跟那个它的这个妥善率的正常。军事专家解说讲，在中国军机舰侵扰台湾频率增加之下，咱空军一定要定定在空中执行巡逻、监控的任务，连带让战机零件、附件甲航载的消耗量大增加，这个军修。会当维持机队的健康。另外，美军高层是警告，中国军演是愈来愈大型、精密，这是想要封锁台湾。China is moving toward larger and more sophisticated exercises, generally oriented on an invasion or blockade of Taiwan. I am not saying war in the Pacific is imminent or inevitable, but I am saying that the likelihood is increasing. 也拿进行北京雄山论坛期间，美中两国国防部浪八个月进行第十八届工作会面。重点是伫台海、南海的议题，美国关心中国伫台海的威胁行为，并且表示希望甲主管台海事务的东部战区领导人直接对话。不过目前并无具体安排。记者综合报道。连续有中国人驶着轮船偷渡来台湾，虽然人是已经抓到啊，不过还是引起国安的疑虑。海委会主委关佩玲强调，海巡无疏失。目前有整合宽带监视系统，也要设立这无人机，加强沿海国防。中国一个涉案的查甫人对中国偷渡到新北市南口防掠，合法医生称羁押禁见准啊，搁一摆引起海防和国安的疑虑的讨论。海委会主委宽碧玲嘛，搁一摆伫个面册发文，重申海巡无人为的疏失，嘛强调讲海巡唔是啥物都无做。计划内含建制及整合环岛智慧型暗记监控系统、红外线热显像系统及港区监视系统等三大系统，强化小型目标及远距离征收效能。海巡署已经计划当年来强化海防的能量，对中国籍的偷渡犯的人数统计，对民国1997年73案115个人是渐渐减少，到113年9月15日，仅仅5案5个人。这17年来加起来是321案475个人。即摆偷渡的上龄船伤过细，无法度鉴证细目标的问题，海巡署嘛开始来改进。我可以把海面上成千上万的这种杂讯全部收进来，后面运算硬体加速，就可以从这些杂讯里面去过滤，有哪些杂讯。是固定在 A 坐标，慢慢的到 B 坐标，那当然就是要新雷达才有办法做得到。雷达的建置顶关，海巡署强调讲，已经对第三代的雷达建制几下示范点，根据使用的经验来做好功能的分析。其实管主委这样讲是对的啦，因为海巡你还是要立体化，现在都还是做所谓的单平面雷达的搜索嘛，无人机空拍的这种能力，海巡署他也有必要做这件事情。其实陆地上就可以发射了，无人机到海上把讯号传给舰载机去看，这样就好了。关佩玲强调讲，对无人机的计划已经指示海巡署提案来争取115年度全面建置的中长期计划。嘛强调讲，国家海防确实是需要大幅提升。目前已经新了海空一体跟随海巡的政策方针的大纲表，希望进一步到位，强化海防的能力。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国际消息，中国和菲律宾拢讲家己有南海神兵打的主权。目前伫咧当地坚持要5个月菲律宾海警船，因为无补给物、无搭外，伫咧顶礼拜六撤离神兵岛。虽然菲律宾讲会另外阁派船过去，不过迄片海域目前是已经去予中国封锁控制掉。9月14号14时许，非9701号船撤离中国仙滨礁西湖。中国的官方媒体报道讲，一直留在南沙群岛仙滨岛的菲律宾海警船10时主动撤离。迄当阵，国防发现讲船体有破空报过的痕。菲律宾那边发声明讲，菲律宾海警船经过5个月海上的航行，克服一大堆困难完成使命，但是受到中方的船只阻挡、牛市的运波，船员已经受连续几礼拜敢来当食糜来之邀，必须要登记武岗接受医疗照顾，而且维修船只。媒体嘛摄到迄当阵有些船员技术身体正起红光路船就医。菲律宾海警船拜伊开记者会，强调讲，退回船只唔是导航，会较紧派其他船只去驻守。We have not lost anything. We can still patrol and maintain our presence, call the show. So there is no difficulty that you are saying, since Chinese will be there. Call the show,
For the Philippine Coast Guard can deploy our vessels anytime we'd like within the vicinity of Scottish Hope.菲律宾、中国和台湾拢讲有新兵岛的主权。今年四月，菲律宾指控中国在新兵岛屯海造地打造人工岛，所以因派出海警巡逻队部署在当地，打算用船只靠搭在仁爱岛的方式同款安尼做，固守新兵岛。但中方无想要封闭落去嘛，派出海警船实施围圈管控，双方才一摆发生小矮的冲突，拢把责任撒给对方。新兵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不是菲律宾的专属经济区。目前在菲国的船只撤离了后，中国公司依法在南海继续维权执法的活动，而且希望菲国维护进前和东协签的南海各项行为宣言。但是却拒绝接受2016年南海仲裁案认定，中国对南海无享有较大线历史权利的裁定。美国方面是声援菲律宾，讲是拿菲国的船只、军队、飞行基地在太平洋包括南海受到攻击，会帮助保卫菲律宾。分析认为讲，南海主权的争端是歹化解，恐惊嘛是。变作各方利益冲突继续激烈的场合。公司新闻站回民朋友，美国总统候选人 Trump 伫咧山球场，那像个拄着暗杀，嫌犯头一届出庭，就去和检方举报。Trump 讲，伊迄天干那听到四五声枪声，就随后直接局保护离开。啊，那副总统候选人 Vance 讲，无人会去攻击和检地。Trump 算是已经拄着两届攻击啊，这拢是因为左派言论咧乌白塞人。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十六日社群媒体 X 接受网络红人三马丁访谈的直播，后一届讲到特勤局的干员伫个选球场来到一个野枪嫌犯的代志。All of a sudden, we heard shots being fired in the air, and I guess probably four or five, and it sounded like bullets. But what do I know about that? But Secret Service knew immediately it was bullets, and they grabbed me.特勤局代理局长罗威十六日记者会指出，这个嫌犯莱文洛斯在现场埋伏要12点钟，苏东时伊人离川普一阵人有274至457公尺远，无都真清楚看到川普，嘛无开枪。罗斯迄天穿黄冷衫，出现伫福州西藏里滩联邦法院，去由检方以违反两项联邦枪击法的行为来拘捕。案件发生了后，罗斯驶一台黑色尼桑汽车离开现场。加在有一个目击者，把伊的车牌号码翕起来，警方才有法度掌握这个嫌犯的行踪。40分钟了后，在95号州际公路，把伊抓起来。共和党的副总统候选人范斯，十六日交在亚洲阿德兰大一场保守派团体募款的参会发表演说。伊讲，川普两届拄到暗杀的事件，是因为左派激烈的言论。Big difference between conservatives and liberals is that no one has tried to kill Kamala Harris in the last couple of months, and two people now have tried to kill Donald Trump in the last couple of months. I'd say that's pretty strong evidence that the left needs to tone down the rhetoric and needs to cut this crap out. 凡是讲到民主党讲川普是法西斯的主义者，嘛是民主的威胁者的话，会让某一个小的就是讲这是真的来采取行动。川普的支持者，特斯拉的执行长马斯克，在 X 平台铺文讲，竟然无人想要暗杀拜登甲贺锦丽。这个铺文是引起各界批评。伊有随位网络顶提落来，不过在提落来之前，看过的人已经有甲3470万人次，而且有超过150000人持甲伊。另外一方面，川普在大选辩论的时阵讲，有移民会食猫肉甲狗肉，才会喊呱呱言论了后。在高海国州海地移民聚集的春登市，甲科罗拉多州委内瑞拉移民聚集的厄罗拉市，万分甲紧张的气氛是愈来愈悬。澳洲州长德怀温十六讲，最近已经接到33件炸弹的威胁，不过全部都是假消息，有的还阁是为外国来的，不过伊并无讲是倒一个国家。公司新闻王惠文朋友。韩国 Samsung 伫咧印度东南部的工厂，即员工的薪水甲韩国比起来是差别20倍。即个月初九，因开始发动罢工，要求加薪水，怎阁上街头抗议？结果是有104个人被逮捕。当地工会放条讲 ，Samsung 若无生意，因就要绝食抗议，扩大罢工的规模。十六号，警方抓起来的104名员工。来自印度坦米尔纳都邦首府清奈的三星家电工厂，虽然警方在十六看完已经把大部分的人放出来，不过大力挺这个罢工的工会团体讲，除非三星提出协商的诚意，
若无排除用绝食等等更加激烈的手段发动抗争。If this continues, then we have to take further serious decisions in support of Samsung, like boycott of food and other things. And then, if it continues, it may lead to strike situation itself in other companies also.南韩在印度坦米尔纳都帮修复清南的电子工厂，对九月初九开始罢工，要求三星会当加薪、调整工作时间，并且承认由印度工会重新所支持的工会。不过，这挂条件拢得不到三星公司正面的回复，因此十六发动示威。不过，活动进程无得到批准，因安尼警方动手抓人。也拿当初印度三星工厂的劳工会决定罢工，上主要就是薪水甲南韩的员工相差将近20%。即间罢工的三星家电工厂员工大约1800人，超过1000人都已经加入罢工。这间工厂主要负责生产冰箱、电视和洗衫机，产值占三星在印度年产值120亿美金的三分之一。印度莫迪政府原本设定讲，要把在印度生产的电子产品产值在6年内达到5000亿美金，大力杀印度制造的政策，用俗价劳工条件吸引外国企业来设厂。不过，这届罢工风波已经对这项政策产生负面的冲击。三星已经计划裁退外国工厂劳力达到30%，其中就包含印度厂。公司新闻，金万强编译。人口老化欠工的问题嘛，愈来愈严重。日本甲韩国这两党是拍拼要想办法招募住越南即挂海外移工。面对国际抢人才，咱台湾要安怎保持优势，增加劳动力，这是未来政策的重点。后来，左桥君一排四五层楼高的老阿厝，每间几步就是一间林立中人。对扛棒边的国旗，会当看出，所出国上侪的，唔是台湾，就是日本甲韩国。越南政府1999年开始输出劳力到东亚国家，原底台湾一直是越南劳工的第一选择。不过，这个优势2016年开始产生变化。Trước đây thì số lượng thực tập sinh cũng như là kỹ sư và du học tại Việt Nam sang Nhật Bản thì chưa nhiều. Nhưng từ những năm 2016 trở lại đây thì số lượng thực tập sinh rồi du học và kỹ sư tại Việt Nam sang Nhật Bản rất nhiều. Nhật Bản 的越南移工人数2018年开始超过台湾，而且逐年增加。因为人口老化，日本政府真早就开始透过招募海外技能实习生来填补欠人的情形。也最近真济国拢在抢外籍劳工，日本也是一直推出新政策。これまで我々が行っていた技能実習という制度が間もなく育成就労という形で制度自体が変更となります。日本国会6月份都通过育成就劳的法案，让有技能水准到标准的移工工作1-2年了后，会当自由换头家，佮会当无限期延续签证，让真侪越南劳工充满期待。Đơn hàng của em là sẽ được 3 năm, nhưng mà em cũng rất là mong muốn sau 3 năm thì em sẽ được trở lại đất nước Nhật Bản xinh đẹp để có một thu nhập ổn định hơn, kinh tế ổn định hơn. Từ đó Nhật Bản, phụ kiện ở Hàn Quốc càng khoan nhập với chương lợi công. Vì được ứng đối nông nghiệp khiêm công của vấn đề, Hàn Quốc chính phủ kinh nghiệm chương gia khai phong hồ lưu học sinh gia sư, là cơ hội để kỳ công tác chăm chương, gia sư Hàn Quốc xin suy khắc quản, chính trị Việt Nam trong lòng nông công,愈来愈侪人想要去韩国做工，不过针对多数想要赶紧出国的越南劳工来讲，台湾也是有吸引力。因为韩国一年他们才考试一次嘛，日本的话他们就会要训练比较久，6个月，4到6个月才能去。台湾的话就比较快，1到2个月就可以入境了。无需要先受训半年，也毋免先通过语言考试。劳动部坦白讲，比起日本、韩国早就高预算、用旧留资格的优惠措施，目前台湾敢来当采取予移工来台湾的标准放较严的政策。如果现在不赶快再做一些调整是因应的话，可能我们后面包括产业啊、制造业啊、营造业啊，可能都会有出现短缺不足的问题。即马各国渐渐在抢劳工，劳动力高，才会当确保经济发展。
不过要把劳工留下来，台湾就要打造出更加友善的劳动条件和环境。记者综合报道。总统赖清德上任到达满120天，根据上新的民调，针对总统处理国家大代志的方式，认同的人有46%，不认同的38%。这和今年5月就职的时比起来，有分析讲，这等于是赖总统上任以来已经失去250万人的支持。知道什么水果会预言吗？小美想不出来。小明说，答案是柚子，因为预言柚子。我知道不好笑，祝福大家中秋佳节快乐。拄着中秋节，总统赖清德伫社群平台打出轻松的短片来祝贺国民。然后赖总统上任到达满120天，经过台湾民意基金会上新的民调，赖总统声望的部分赞同伊处理国家大事方式的有46.6%，无赞同的有38.5%。甲五月份就一时相比，赞同的减少12.4%，无赞同的是增加13%。基金会董事长尤英良分析讲，赖总统上任百日以来，增加13%，等于250万名无支持的人。赖清德上任百日，施政毫无头绪，内外不断的引战，声望大跌。赖清德真的穷的只剩下铁杆深绿的支持者。上任才短短4个月的时间，很多施政可能还无法让全国人民都有感，这是我们要努力的方向。未来会用施政成绩单争取国人的认同。针对处理两岸关系，46%的民众满意赖总统的表现，47.7%是不满意。余永良认为讲，显示赖总统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是得到多数国人的肯定。政治学者指出，赖总统两岸政策是一致同款的方向，这个议题支持甲反对的人变化不大。因为支持率的方面是已经过蜜月期。国家元首就任了以后，都会有一个我们所谓的政治学上所谓的蜜月期，声望也好，支持度也好，相对会比较高峰。6个百分点就表示说，他在过去的百日，群众对他，基本上是肯定的啊，但是也并没有更高度的支持，当然也没有对他有特别大的反对。学者表示，以赖清德当选得票率40%做基准，目前是属于正常范围的支持率。那未来民调支持率继续下降3个百分点以上的时，这就是赖政府的警讯。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中信金控申请收购新光金控，金管会宣布因为合并的计划无周全，所以这案暂时未讨论，等于是甲冻落来啊。那台新金要并这新光金，敢就会顺利咧？就要看10月初到股东临时会，这44万的股东敢有同意？有风声讲，即阵股东的委托书一张是划价500块。金管会昨日暗时临时召开记者会，提出4点理由，包含整并的规划不完整、涉股处理无具体执行内容，另外对被投资事业寿险公司子公司财务状况掌握不足，也佮有中信金公开收购以换股附加现金，对双方股东权益保障不足。今仔日暂时唔讨论中信金非合意并购成功金。我们觉得在程序面上面，还有在股东的权益上面，我们都还是希望说，如果你是非合一并购的话，必须是以现金为主。对此，中信金声明讲，主管机关对新增的投资案暂时唔讨论是真危险，尊重主管机关的决议。台新金是表示感谢主管机关以后金融市场的特殊，以昨日台新金收盘价做基础计算，台新金出价已经超过中信金的计数，呼吁且双方公司的股东支持合并案。新光金控声明讲，合并案以稳定发展排第一，一切依法规，并且对各方利害关系人的权益，随后会继续依法办理。不过，新光金控小股东伫社群网站“新光金小股东自救会”发声，认为主管机关否决中信金并新光金，无代表股东爱接受台新金并新光金，呼吁小股东爱团结，先把主导权退回来，才让台新金并新光金有变数。台新金和新光金10月初9日要分别召开股东临时会，关系到合并的成败，委托书台证也开证。委托书不可以架构，这是违法行为。那其实像我们吉宝，我们早就交代他，这两家公司委托书的过程中，要完全去执行查核动作。那10月初9日股东临时会无通过台新金并新光金，中信金敢会当去送件？金管会强调，无论中信金敢有并购的计划，或者是准备有好势无，主管机关立场鼓励金融机构良性的并购，尊重市场的特殊。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台北有一个驾驶驶经过松山区的路口，警察讲伊无让过路人，甲伊开罚单。不过这个驾驶坚持伊无看到人，提起申诉。总是讲今年顶半年，敢那新设的科技执法路口上无都有3600件的交通事故。交通部即阵要设立过路人的优先区，伫咧规定的区域内底限速20公里，嘛袂使骑喇叭，伊阁则袂施行。市政起步道越弯过路口后一秒，警察忽然间过来处理。啊？对啊，你靠近这么近呢。驾驶唔知道发生什么代志，含警察开始弯，说赶快是只红灯，违规行为是无停让行人。亲眼目睹白色自小客车距离行进中行人3公尺内，如认为有未违规行驶，可依规定申诉。但是发生在台北市的松山区，驾驶还讲伊会当看到的范围内面无人，但是警方出示监视器，讲开罚无依据。即马驾驶已经提出申诉，要等裁决所来厘清谁对谁唔对。但是路口无要停让，一直是伫国内警方提出来批评的交通乱象。两台汽车拢小连续抢紧抢要先行，几工前嘛有公车无停让。根据警方的数据，一寡有增设科技执法的路口造成的事故，今年前半年同款嘛是有3600多件。要改善道安，即马交通部嘛提出新规定，就是会配我们的行人设施条例，就是要地方政府他们可以去划设这个行人优先区范围内，就是有不能够禁，就是禁鸣喇叭跟要减速慢行的这样子的要求。那台北市配图都是新增加的行人优先区的标志，未来只要有看到在规定的区域内面，唔那在必要的时阵爱停车等行人，对起点到终点车速嘛袂当超过20公里，搁较禁止骑喇叭。另外中央嘛收款地方会当家己来规划设置路段。对驾驶人是比较，他觉得会比较慢嘛，但是我觉得是 OK。你只要在一般的小道路，日本的车子都是开蛮很慢。要看路段吧，如果有的路段应该不太方便，如果这样的话，如果说又是那种上下班时间的话，应该会挺塞的吧。这个新规定，官方按算在10月开始做，民众要注意讲，涉及一般的超速，上高会当罚2000元；那是严重超速，金额上高会当罚3万6。记者综合报道。在厝价甲物价是一直咧升高，真侪少年人拢强买未抗拒，连首都台北市的人口嘛正咧流失。根据统计，这个月底台北市的人口可能就剩不到250万人。有卖厝的业者表示，因为交通利便，真侪人是住伫咧新北甲桃园，逐天通车去台北上班。都会区真便利，不过高厝价、高物价，让真侪少年人有苦讲不出来。台北市当面临人口流失的社会难题。我有听说一些人是会买在林口，每天通勤就要花比较多时间。其实不是说想要买蛋白区，是因为买不起蛋黄区。可能一餐都要100多都要吧，那可能比较贵的，可能聚餐都要300-400。如果想要家里大点的话，我是觉得花点时间是可以啦。这是来回总共1个小时，我是觉得还 OK 啦。民众坦白讲，无论是买厝或者是小厝，彰化区的厝价拢予人袂堪得，甘愿用时间换空间，换搁较好的生活基础品质，加上捷运系统真方便，即个民众选择住伫厝价较低的新北、桃园，再搁透过通勤到台北市做头路。可以看得到蛋白区，比如说新北、桃园、基隆的这些区域，提供了房价相对比较低，而且比较好的选择。那这也促使很多的北市市民他往外去做移动，因为整个大众运输系统的便利，所以加速了这样的一个情况。根据统计，台北市去年12月份人口数有回升到251万1886人，今年1月份又搁降到251万1291人，所以落来逐个月拢减。上新的一届是8月份的人口数250万2093人，那准按照最近半年外减少的程度来看，台北市总人口数上近到月底或者是10月份就降到250万人以下。市长有指示说，比如说针对我们的青年的住宅，那我们怎么样实际减轻年轻人居住在台北市的这个房价的负担？台北市府副发言人李正贤表示，市府长期追踪关注，定期每3个月找外部的专家学者，召开人口对策委员会研究因应的对策。最近会召开上新一届会议，按算伫已经有的绿升、作用、好大等政策成果之上，也探讨优先饲囝的立场，佮有老人相关措施等议题。记者综合报道。时代进步，有愈来愈侪新药啊、新医材、甲新的医疗技术，这也带动自费医疗市场加热，医疗费用是贵松松。
新光病院的副院长洪祖仁就建议政府要增加健保预算，把自费医疗项目加入去健保内底。台湾全民健保实施到今已经要满30年，不过自费医疗占的比例却愈来愈高。现在新的药啊、新的医材、新的医疗手术和技术持续出来，也带动自费医疗的市场。以骨科来讲，现在看到的自费医材，包括骨长期在用的钛合金的钢棒、人工关节的肺珠啊，还有微创量骨骨钉啊等等。医师也记得，亲像心脏科、齿科、甲骨科等等，拢是较侪自费医材的科。因为科技不断的进步，很多的不管是材料的进步、设计的进步，全民健保我们知道国家没有办法一直在给大家涨健保费，但是科技不断的进步的时候，国际大厂都会涨价，涨价是合理的。消费者不给指数一直压关，医疗自费的金额嘛滴滴增加。国立阳明交通大学公共卫生研究所的教授鲍建军分析，经济合作发展组织会员国自费医疗占的比例。结果发现说台湾是排第三名，自费占的比例有到 31.5%。 新光病院副院长洪祖仁认为说，最近这几年医疗成本大幅度增加，国营病院医疗的收入自费占的比例当年在增加，这是可以预期的趋势，健保不可能包山包海。认真的去思考健保的总额预算还是要适度的增加，大家多缴一点保费，让原先是属于自费医疗的项目纳入健保呢，还是要如同现在的发展趋势，健保只能保基本的一些医疗项目，剩下不足的除非你自己有买商业保险，那否则你可能就会面临财务上的困境。洪祖仁表示，要好好思考健保总额预算，要是要合理来增加，才会当让健保署更加有能力投入更加多原地属于自费的医疗项目。也建议民众在目前的健保制度面对高医疗费用的时代，规划适合家己的商业医疗保险，才会当减轻自费医疗的负担。记者综合报道。国历8月15日是中秋，也是台湾府城庙的范甲将军的圣诞。庙方今仔日办跋杯比赛，城真侪乡亲拢要来试看家己敢有红手。这些民众靠在来庙参拜祝寿，那欣赏庙内的文物，因有一个任务，就是要伫咧巡礼了后，收集囡仔贪玩限定的纪念品，请袂少大人囡仔来参与。台湾府城隍庙为着让乡亲会当对城隍信仰更加理解，那办讲座，佮串联在地背景城隍庙来设计地图，让大家实际去行搭，等囡仔嘛看府城的文化资产。听过老师讲，就是可能较大间的庙的倒冧安尼，唔过像迄只小间的感。台南历史所有关系的物件是真正无安尼，家己去行过安。不过咱家己去行过，还是讲啊，其实台南其实也是一个做文化的所在。我唔知有遮尼济城隍庙，想讲带囡仔来看卖、来参拜、来学习一下。城隍爷信仰对民调时期就有啊，有分作国家甲民间系统。有学者指出，即呐政府组织共款，有地方甲中央级的，其中庙内多数卖服侍范甲将军。中秋节这天也是他们的圣诞，比方穿红子和乡亲拔花刺手去求一个好彩头。国家系统就是说和行政的层级有关系，比如说国家级的有一个国家级的圣皇，府有一个府的圣皇，民间的系统就是民间的人士按原乡请来的，还是说有人托梦，还是说那个过去幽阴宫这样演变出来的系统。七十八人他是在我们城隍爷的左右护法，顺着这个人的神路，做好做坏，你要让做感动。学者指出，城隍这两个字在过去有飞翔和好生活的代表，主要有一个保护一个城市的意义。这阵时代改变也演变成信仰有关联，庙方中秋节办活动也让民众有一个不一样的体验。记者宋台南采访报道。婚礼的北港飞龙团是北港妈较劲的祭典，历史超过100年，有很多珍贵的文物，内底包括一对1926年赤绣的大龙旗，被指定做国家重要古物。夜光天龙伫咧舞台顶，正显目，正奇幻。
1937年，北港飞龙团伫咧嘉义水上机场落成的时，嘛捌伫遐演出过。为着要让民众更加了解北港飞龙团，即马包括赤手的龙皮、日本时代锣鼓等等，加珍贵的文物，拢伫咧北港文化中心展出。台湾普查的刺绣方法大概30几种，结果其中一只旗子就用了27种。我们已经知道下一个另外一只旗已经开始启动调查，也发现了34种没有见过的刺绣方法。北港飞龙团是北港妈祖绕境的夜灯，其中伫咧1926年有绣一对大龙旗，去年底被文化部指定作国家重要古物，目前正在修复当中。因为这间展出的赤手龙皮，伫咧蓝顶冠阁天色底镜，人灵的时会反光，真罕见，阁真有光。一个百年的宝石龙顶龙皮，嘛是头一间展出。我们北港文化中心有这个复刻版，那甚至透过文字调研的部分，也有详细的这一个是文字的这个资料，可以让大家来认识跟了解。文管处表示，大龙旗伫咧2014年送去到文资局文资中心来进行修复，目前已经完成其中一面的修复。经过真侪党的打拼，让大龙旗成做台湾顶头盖头一件，让人指定做重要古物。希望透过这届特展，会当让更加侪人了解到北港飞龙团的历史甲文资价值。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英国的 Leicester 大厦研究出新型的荧光粉，敢若奶比的大小。这比传统干式手粉利用的粉是搁较幼，而且也当用伫咧金属、塑胶、玻璃和纸票等等无同材质。就算嫌烦，有甲手粉切掉，用这新型荧光粉也会当找到。研究人员当用多泡色的光得照，和向桌顶面的指纹随显现出来。英国莱斯特大学是研究出一种上新型的荧光奶米粉，这种粉是利用化学奶米粒子、荧光染料和壳珠糖来组成。壳珠糖会当对虾啊、芝麻，还是利用虾壳的粉内面提着。研究人员讲，犯罪嫌疑人伫犯案了后，常常都会甲现场目睭会当看到指纹来切掉。这种新型的荧光奶米粉是比传统指纹干式使用的粉搁较幼，伊的功能就会当帮助法医和监视人员去找到现场潜在的指纹。What we're hoping is that we'll be able to get fingerprints that current powders can't get. We should be able to get fingerprints that maybe someone's washed their hands more recently and they've touched something, but they've left less residue behind. But we're going to be able to get that using a more sensitive powder.基本的那桶面就是皮肤的胶粉，大家桶面顶管拢有光卡和光线，芒果的物件都会留基本，是因为人体的光含油和枕头的温度现出来。但是光的蒸发，基本干来当短期存在，甚至有当时案发的现场是拢无留任何证据。英国莱斯特大学的新型荧光奶米粉，嘛是粘在更加复杂的物件的表面，都亲像金属、塑胶、玻璃，各用组合物去做的纸票等等。So whether it happens to be a non-porous surface like glass or metal, or if it were a porous surface like paper where some of the material is absorbed into the paper, or you sometimes get semi-porous so-called materials which are between the two. That's something that we should definitely look into as we try to transition from the research environment into the practitioner environment. 世界各地欢迎使用指纹去做犯罪证据，甲呾已经超过一世纪。莱斯特大学伫英国皇家化学会发表的研究，嘛希望会当用伫个较侪较大拢无法度破的案件内面，公司新闻新闻部编译。天气报你知，最后来关心明仔载各地台温度。北部地区27度到33度，中部地区25度到34度。南部地区25度到34度，东部地区26度到33度，外岛地区27度到33度。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我是陈怡君，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
Thank you.